我见到呢个咧，啱啱咧，琴日赢完，今日又赢，吓，点解咁开心啊？今日打得几点样啊？啊！压住嚟打成场，速度好快，最紧要有推动力，知唔知点解？点解有推动力？因为嘉乐同我讲话，佢特登买机票过嚟睇，跟住我连续就要，我一定要不负所求，呢啲叫做。哇！咁赢咗两场先，咁点啊？仲有三场，仲有三场，吓，即系。梗系啦，如果唔系你张机票咪蚀咗，系咪？我蚀咗两日之内已经买咗两张机票啦。可以蚀噶，你知唔知啊？哎呀呀，一日日你啊，咁你听日打边个？听日可能打田后卫啊。打过未？台湾打完赢咗。跟住今次呢个对手应该都几，即系都要准备得好啲，准备得充分啲。有冇机会？有。即系有。有你嘅机票。我就有機會，係咪呀？嚇，係咪啊？犀利啊 ！OK，OK， 拜拜。